啦，跟住做呢条啦，咁咪就话有条直线啦，跟住有个 circle，跟住就话俾我哋听，佢哋有两个 intersection point，然后咧个 midpoint of PQ 系 E，啊，what is coordinate of the midpoint of PQ 系 E，叫我揾 K。好，咁就嚟啦，intersection point，咁啊用 substitution 啦，y 等于翻3x 减二，然后塞落去呢条式啦。咁咧就會5x square 啦，加五3x 減二嘅 square 加 kx 加四乘3x 減二減20等於零。好，咁咧做 expand 先明快啦，5x square 加3+9=9，45个 x square 23=60，22就-60个 x，4×5=20，kx 12x -8=20。等于零，咁所以咧就系50个 x square 啦，跟住咧48，咁啊-48加 k 个 x，跟住咧就20-8-20，即系-8等于零。好啦，呢条式个 root 咧就系个 x coordinate of p 同 q 啦，咁我哋假设嗰两个叫做 alpha 同 beta。咁所以咧，alpha 同 beta 咧就等于翻负 b over a。OK，咁然之后咧个呢、这个就系 p 同 q 嘅 x 过定你啦。咁 pq 嘅 midpoint 咧就系、是、p 同 q，即系 alpha 加 beta 啦，再除翻二，所有乘得二分一，呢个数就会等于二啦。咁所以咧，k 咧就会等于翻负152啦。咁咪做好啦。